别人了，阿爷要掰啊！我不要掰，阿伯是工伤。酒醉男子指着远景鼻子大声咆哮：“啊，别生了，我该是干的呀！”你家请看要掰啊！越讲越激动，男子手上拿起一只螺丝起子，不停在空中比划，还呛远景拿枪，比较了不起吗？傀儡，傀儡，傀儡！看我，不停吆喝要警方对他开枪，男子边走却还摇摇晃晃，明显看出来根本已经喝醉了。但他就在大马路上越说越激动，最后还冲向远景，朝他攻击。你家请看，你家请看。远景一把抓下他手上的螺丝起子，另一名远景也赶来了，拿出手铐将他压制，但男子还是不肯乖乖配合。63年次的林姓男子当时喝了酒，酒醉，老婆来找人，双方却发生口角，林姓男子借着酒意当街殴打老婆，还随即拦车。我们叶姓同仁啊，脸部有一点被划到哦，啊，另外在抓的那杨姓同仁哦，他虎口两只虎口都有受伤。警方表示，这名男子平时就经常酒后失控，这一次又在夜市外头大声呛警，还打人，让逛夜市的民众全被吓坏了。接下来黄家与您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